扬声开悟。一、关于你周围世界的能量矩阵。传导作者 Yachuk。 内在自由的人知道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他也不打算去选择这种自由意志，因为一旦他选择，他便失去了内在自由。人类都活在一种看不见的能量矩阵里面，这个矩阵形成我们固定的思想观念、情绪和心智，我们基于个人意志做出的选择，通常都是这个矩阵的某个机械功能。首先，我们会活在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结构里，就像稳固的房屋建筑。而现代的材料，具有一种冷漠感和形式尖锐特征。这种视觉效果容易带来个人渺小和竞争意识的心理暗示。这个稳固的意识矩阵决定一个人一生都在谋求一个矩阵中的位置和安全的而努力奋斗。其次是思想观念，像公路和马路，环绕固定建筑来完成。一个人的奋斗路线千变万化，但大致方向是固定的。电线或电缆也是建筑外围的附加部分，代表个人受到的外在影响和束缚。通过媒体、电视和其他感官效应，可以把人的意识锁定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当你走在人流熙攘的马路上，你可以感觉到各种不同思想形态的流动混合。情绪也是如此，在人多的地方，可能你会因吸入太多周边不属于你的能量而变得情绪低落。当你陷入媒体、广播、电视那些大众意识震动，你会变得慵懒、麻木、猎奇、安逸和缺乏独立思考。同时，在某些能量稠密的角落和低级星光层领域，接面最薄，从这里不断散播出低频率能量震动，喂养着人类的色情、贪婪和暴力黑暗面。在小地方城镇，一些低频的能量在一些旧宅、旧街道中弥散，或者墙上有很多奇怪的黑字体广告，写满黑车、枪支、迷药、高利贷等等词汇，把人的意识和罪恶联系起来。这些是来自星光界显影的黑暗矩阵封锁线，环绕在房子外围，形成一个链条和封印，把普通人的意识框进一个很低的震动当中。当你成为光的时候，黑暗也会时不时窥探你。在如此密集和交错的矩阵当中，你不得不随时提升并保持自己的高震动，才能从其中的无形影响中跳脱甚至反转。你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高频和警觉的氛围，在自己生活范围创造一个自由和爱的活动空间。当你外出，注意你的心所关注之处，心所关注就会成为现实。不要受眼睛欺骗，而是关注你的振动变化归于平衡，或者启用你的光柱，不要让矩阵中的景象把你的能量夺去。直到你熟悉和熟练掌握这些技巧，你才可以无视这些矩阵影响，而将自己的知觉延伸得更远更深。谢谢收听，感恩祝福，扬声开悟。二、关于穿不透的人类。传导作者 Yachuk。 大概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的视觉发生了奇特的变化，无论看什么都是连成一体，房子、汽车、树木、周围的家具以及物体之间，就像空间分隔不再存在一样。只要停留在一个物体上超过两秒，无论这个物体是什么外观、重量、质量，或远或近，都会像纸片一样轻飘浮动起来，又仿佛里面透明。我也试图用意志去分离、单独化物体与物体、物体与空间之间的连接感，基本是徒劳的。这说明我的视觉不是纯粹从眼睛来的，因为眼睛是球形成像的，
眼睛看见的只是物体在眼球上的显影而已，不会是直接穿透式的视觉。当我把注意力停留在这个穿透一切、无所不包的无形虚空，我发现就连我自己的身体也和周围物体一样，融成一片，没有中心和四边，若有若无。这个生动奇妙的感受给了我深刻的领悟，如果说是心显化了一切看见、听到、闻到或者触摸到的事物，那么这个心就不会是单独存留于某个身体内的心，这个心应该同时存于内在和外在，是连成一体的，不然它如何能显化外在的事物，甚至远至辽阔的宇宙星空呢？这个心应是宇宙心，所有人共有的心，是有生命万物的心，而不应该是我们个体的心。个体的心是个体想象和幻化出来的。让人惊叹的是，个体心是独立于这种万物一体感之外的。它以稠密厚重的身体为外壳，以太防护罩为内壳，将自我紧紧保护起来。这些心是不同的自我特性和心念的不停闪现、浮动，其实是个脆弱而顽固的投射。这种稠密感和分离感在成人身上或者自我感很强的人身上尤为明显。当然，除了那些年龄很幼小的孩童，看尽他们可爱的表情，能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自发的和万物的连接。作为灵长类，人类站在有形生命进化的顶端，从本心中分离出来，形成个体心，显化出厚重的身体，选择了自由意志和自由情感，同时也和万物的一体心失去了联系，和生命的本源失去了连接。就像亚当从伊甸园出走，路西法背叛天堂。当我们回归，我们将再次回到宇宙大我状态，而同时不会失去个体心。不过这个个体心在回到大我之前已经被驯化过了，它成了自由表达大我的工具。这其实是个疯狂的分离游戏。每当这个世界有人悟道，天空就会响起猛烈的笑声。谢谢收听，感恩祝福。